左后肩发麻，左后肩发麻。我看到一块块石头啊，挂在我的后肩膀上啊，一块块石头挂在我后肩膀上，压得我肩膀在发麻。外星人告诉我啊，正在建设当中啊，正在把石头一块块叠起来啊，这建起来会很快的啊。快的话，在大仙接触之前呢，大家能看到大雕像啊，作为外星人对地球人这些做事情的一个回应呢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